若出家众住道场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道场应如何护持？那这个我们这个这一次啊，我们得到经验教训啊，如果出家众得到这个肿瘤啊癌症啊，首先问他自己啊，他愿意在道场里面大家来帮助他，给他消灾，给他化解啊，他能接受可以帮助他做，还要征求他们家人同意啊，那家里人主张或者他自己也希望去住医院，那就送医院，这由医院负责任啊，所以总要做出了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不能够啊因为一个出家人的生病啊，连累到这个佛教的形象，那他造的业就太重了啊，破坏佛法形象，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是造的阿鼻地狱罪业了。其尊佛出世不通忏悔，这个罪太重了啊，所以总是要把手术做清楚啊，那么他自己的意愿，他家人的这个意愿啊，这样处理了，这也是合情合法。